就是朋友去静冈县旅游，给我买的一个酒，花之舞，打开来看一下。哎，藏原新建之镇，花之舞酒造，花之舞酒造是静冈县。150年历史的老字号的造酒厂，它这个是用静冈县产的一个山田井的稻米和南阿尔卑斯山的地下水酿造出来的一个日本酒。这个日本酒呢是要冷藏的，酒精浓度18度，有生产日期，那个要冷藏，有生产日期，然后有这个酒买好之后要马上喝，尽快喝掉。它这个不是越放越浓，它是有那个 賞味期限，就是那个食用日期，忘了中文怎么说，就是保质期吧。你看，这个下面就是它的一个。2020年10月19日做的，静冈县产的米，淘宝上好像一瓶200多块钱吧，比这个大，不是很贵。封印藏原封，把它打开来，哎呀。这日本酒还挺考究的，还弄个纸封。日本酒呢，一般日本人喝的，他会加一点冰块在里面，所以我也加了点冰块。打开了，倒一点。这个香味还是挺，还可以。不错，是适合女孩子喝，不是很浓，然后很浓的一股香味。我这时也不是善于评论，挺不错的，感觉我是不是很会喝酒，但感觉还不错。就这样，加点冰块，喝的挺不错。它这个酒因为是原生酒，所以它呢里边有带一种米的那种甜味，然后再稍微有点酸味。女孩子很容易喝，不是特别浓烈的那种酒，就这样直接喝，加点冰块，男孩子也能喝，就是不擅长于喝酒的人就比较适合喝这样的酒。